姥姥，这什么鸡啊，这么大蛋？傻孩子，这不是鸡蛋，是鸵鸟蛋。姥姥，这么大蛋能好吃吗？臭小子，姥姥给你上一个，让你尝尝鸵鸟蛋什么味道。姥姥，这鸵鸟蛋放鸡窝里能孵得出来吗？臭小子，他们都不是一窝鸡。姥姥，这个是不是要蒸很长时间呀？蒸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啦。怎么吃啊？来，姥姥教你。姥姥，这好好吃啊！